刘德华同匡杨子球铺两人有望合作动作片《望泉京》，好想看。天王刘德华与奥斯卡影后杨子球两人16日身为颁奖人，一同现身第41届香港金像奖颁奖典礼，并且事迹同框，让不少人大赞两位都神动灵。不过在影界都有崇高地位的两人，却被发现从未合作过。被记者问及时，刘德华还大方表示可以一起合作动作片，引起不少网友期待。刘德华昨日出席香港金像奖颁奖典礼，与杨子晴同框，让不少网友直接嗨翻。不过没有合作过的两人也被港媒问到是否有合作动作片的意愿，当下刘德华直接表示 OK， 并表示他负责动作，我和他谈恋爱就行了，让网友直接笑翻。不过比起动作片，刘德华透露自己更想要接文艺片。在红毯接受采访时，他便有表示好久没谈恋爱了，可以看出之后刘德华的新作品也许会选择一部文艺片，也让网友纷纷敲碗。就像刘德华自己说的，杨子琼负责动作，我和他谈恋爱就行了，让两人合作一部既有文艺爱情又有动作的电影。感谢您收看 MonTV 新闻频道，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，每天更新最新消息。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。